再看一下为什么当初韩国瑜一碗卤肉饭一瓶矿泉水来高雄打天下能够打出名堂，因为高雄的黄金时代七十几年代，当时呢所有的乐冈朋友拢伫个高雄，有这里都有汤摊，我里都有汤价，然后呢随即台高雄的摩天大楼一个盖，对，但是接下来大事不妙，对，叫做高雄魔咒，其实这不是高雄魔咒，这全世界叫做罗伦斯魔咒。罗伦斯魔咒，罗伦斯是一个经济学家，伊甲全世界国家的迄个摩天大楼也起，啊，甲前后这五年来底出现的金融风暴，加起来，真正有这个代志。比如讲，1931年纽约的帝国大厦起起来，1930年金融风暴，1998年，迄个马来西亚双子星起起来；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4年，台北101起起来。那时候，2001年，台湾本土型风暴；2010年，阿拉伯塔起起来；2008年，全世界的二次房贷的金融风暴。想哪讲？因为迄个是乐极生悲啦。你想哪？你也讲想要去全世界上悬的，我要穿嘛，地球我上穿嘛。结果你起起来的时候，就是你伫前几年多，你迄个上好。经济上好的时候，你多起起来，多你起起来了，多灾完成的时阵，对对，多死啊！所以讲个人嘛，同款，咱人生吼，干那名个利两个字尔啦。康熙吼下江南三界，有一届来到金山寺，下晡时啊五六点，迄个四五点的时候，看到迄个归还片片，迄时阵那掠船回来的时候，拢会回来归还片片。哦，迄个康熙就甲迄老和尚甲问讲，哎，老和尚啊，他们为什么而忙？伊讲就是名跟利两个字。孔乙非常的欢喜，然后李老和尚的迄个金甲头甲大姐来讲，不愧是一代高僧。哦，孔乙一个当个老和尚，将迄个伊的袈裟怎啊脱起来，吊到大厅，讲这是龙爪摸过的地方。86岁的老和尚，有一个小名吼，国考四年诶，因为咱若考第一名吼，迄个校长拢会宣嘛吼。哎，王小明，王小明，王小明叫三届拢无赢。老师讲，王小明你无听呀？又不是我要让大家同学都听到。所以要让你多叫几遍，惊人唔知啦。所以讲，咱不是讲讲坐轿无人知，骑马较晓摆。啊，要骑马晓摆，高雄上悬那个气落，大家拢捌我。哎，宝城，宝城这双子星，伊是高雄第一栋的商务大楼。因为过去高雄吼，你应该知影嘛，高雄警察头上老远嘛，哦啊，盐埕上老远嘛。你看迄警察头第三四条巷啊，遐迄三四楼的安尼，迄厝拢乌乌臭臭有无？迄拢啥来着？迄种海运公司，你知迄每一个头家拢一百亿以上，点点啊，谈家人知，对哦，因為何必在这个大楼？对不对？啊、你拢看哦，听一代吼，普通拢变成300呢，你未去看到你变成600啦，哎呦，你都难保证你无人去摸咧啦，上街就变成300了，已经有够嚣掰啊，迄种你拢看无？哎，就起起来了，保险岛，保险的岛就是伊高雄第一间上市的迄个建设公司，炒股票，炒股票直直炒到尾啊，挡袂牢的时阵，拢砍掉起来。第二个就是高雄第二栋诶，就是42层亚太财经大楼洪总建设，洪总林洪忠，伊阵就是哦，有呐红甲穿袂掉，伊就来台北买啥呢？买远东证券，我迄阵伫远东证券做股票，拢知影嘛。伊新刷，伊都叫因的总经理出来选立委，啊，你他呐做商的呐插到政治吼，政治唔是好就是倒嘛，啊，到尾啊，一个嘛倒，吼，倒来，这个是较可怜啦，中董。因为长谷建设中董这个人吼，伫所有高雄的迄个建设公司内底，伊算上保守的哦，非常保守。伊买一块地了，伊无去袂使，怎去落？因为迄阵去落了，拄到九二一啦。哦，他伊是买了无去袂使啊。嘿，啊，迄阵银行会变嘛。说真的，我们高雄当时对这辆印象是最深。非常好，因为他也是。最漂亮，建筑也漂亮，但是三民路那边，然后那时候还没有陈友好，还没，嘿，但是那时候三民路，你知道，三民路就是大楼大，枪冠大楼嘛，对不？嘿，车变变叫，照讲是车水马龙啊，但是车停未落，这第一点。第二点吼，伊遐本来有讲一挂什么迄个都市建设，要砍什么捷运站，没做袂到，啊，都拄到921大地震以后，规个怎啊切了？你知影一平偌济？300块呢，迄个租金一平300呢，一平300，对来陈友好开始要去全台性上千的85层的起落，怎啊现在就现倒，再留台湾。但他这栋大楼真的很像是，就是一个门城在迎大船进港，对对对，其实意象也不错，吉吉达嘛，有一点像吉达，哦，八百亿结果嘛倒，但是咱维工都等下，迄阵时呢倒哩倒，高雄有两派的讲法，第一派讲法就是讲伊破坏着地理，哪一个？哦，
这个、啊、全部啊，拢破坏到地哩，因为所有厝拢四楼尔嘛，上加七楼，上加十三楼，你向我咧徛一支遐悬哦，我来讲，迄真正挡袂了，即破坏地哩。第二就是，迄个时阵的利率拢十趴至十二趴，啊，你若一年无买去吼。你就死啊！利息那么高哦，叫迄个时阵利率高嘛，啊，所以讲你迄个利息哦，会甲你拖死。啊，最近先啊冻会掉，利率剩一趴，剩趴我，所以一卡到冻一年，起码再冻十年啊。哦，我来写的哦。十年一温后派叫轮，另外你啊以后拄到这吼，爱买。我来讲这八五大楼，面海的，你等海阵买偌济无？陈友豪一个倒先一平要十五万。起码三十几万、四十几万、五十几万啊！所以迄阵呐，也要逢低进场诶。起码能赚大钱。所以咱看到这种的过去的历史的迄种的历史料，你也得来。我们都已经千金难买早知道，起码我还有还有，以后一定还有还有，一定要有了。我讲这种的吼，人吼人的个性拢安尼啦，一定拢会安尼。人啊，赚钱是一定会嚣掰，啊嚣掰拢无落魄的股。哎，好好啊，俭钱，唔惊无赚钱的机会，惊有赚钱的机会，其实你根本都没有子弹嘛，对不对？